Hello， 今天吃盖浇饭，还有一些手工大汤圆，现在吃了盖浇饭。这是红烧肉。手工大汤圆，豆沙拉。每天都要喝哟。这碗甜甜的，很好喝，不会很难喝的。再来吃个肉肉。最后一块肉，绝绝子。再来个手工汤圆，豆沙的。这个也是多少的。
先吃到这儿。